跑了吧，一打二吧。 这两个人小位你还别说，还挺难搞的。哎呀，别眨眼，别呼吸啊！看主播如何处理这种局面。 这会儿不要补他，让他报位置，知道吧？ 这几个雷扔的真不错啊！ 我论啥，直接拿下，单人四排竞技模式，真五杀，自己卷卷圈一v2，直接四颗手榴弹将他带走，这一个人必死无疑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帅呀！